我想要跟可可求婚。可是你们两个个性有彼此都很了解吗？海哭跟他爸之间如果心结不解开，我和他之间的价值观问题就永远都磨合不了。这里是我们第一次相遇，这一次我告诉自己绝对不能再放手。TVBS 42台每周日晚间8点，完全水全恋爱手册，有钱没钱都要爱。佳丽，妈，我们不欢迎你走。50万，要不是真的走投无路，我也不会厚着脸皮要来拜托你。你要多在乎自己一点，我知道你渴望被需要的感觉，但是就算你借给他们钱，他也不会因为这样就多爱你一点啊。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，那没有关系，你可以跟我分手，我不会怪你。原来我的存在是你这么容易就可以放弃。TVBS 42台每周日晚间8点，完全水全恋爱手册，有钱没钱都要爱。